乡做过咱高雄市的副市长，老世芳在咱发生彰化爆炸相当的公安事件，伊迄个时阵甲市政府的团队，大家无眠无止。2009年，咱高雄办世界运动会，和咱的世界运动会主办单位，拢是有史以来办甲上好。上大的功劳者，就是老世芳。伊的英文真好，啊，伊的行政训练，会使讲是，予伊这么优秀的人，继续伫立法院内底。感动咱的政府，大家该听受支持好无？伊也是伊在心中。